这位演员相信如今已经是无人不知了。在喜剧圈除了周星驰以外，达叔的名字曾经一度达到了和周星驰同等的地位。因为有了周星驰，吴孟达的喜剧才能被尽情释放，而也因为有了达叔，星爷的喜剧天赋被烘托得愈加出色，两人合力曾一度占据了多少人的青春岁月。而今时光一闪而过，星爷不再登台荧幕表演，达叔也离开了星爷另谋生路，已经65岁的他至今还在片场来回奔波。之前主演的《乌龙院》虽然口碑一般，但因为有达叔，很多人都愿意跑去支持。这个年纪的达叔早已没有了年轻时候的身强体壮，现在的他已经是疾病缠身，曾经不止一次都累到在片场。可即便如此，达叔还是不能离开舞台。据一家中有三个老婆以及五个孩子等着他去养，达叔一共有过三段婚姻，和前两任虽然已经离婚，但是达叔却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。这么多年即使不住在一起，可他还是每月按时支付两位前妻和孩子的生活费，加上自己家的开支，每月开销至少也在60万以上。虽然拖着病重的身体奔波片场让他时常会感到苦不堪言，但好在如今孩子们已经逐渐长大，可以很大程度的减轻负担。现在只有一个儿子比较小，只有15岁，因为老来得子达叔一直将他看得很重，儿子和他的关系也非常好，时常会去片场探班。虽说达叔长相一般，但儿子却很意外的颜值高到离谱，完全继承了母亲的基因。之前就因长相被许多经纪公司力邀拍戏，都被达叔以学业拒绝了。虽然有些可惜，但凭借儿子的长相，相信长大后一样能在圈内发展不错的。